晚上好，各位，我是非著名街头摄影师 HantaoTB。今儿这期节目呢，没什么主题啊，咱们就随便聊聊，就想跟你们打个招呼，跟大家分享分享前几天我出门扫街拍到的一些照片儿和一些背后好玩的事儿。你都喂饱了，他就不跟你玩了。对。应该扔的是那球，让它叼回来。对呀、啊，嚯，叼啊！这时候可厉害了，这时候可厉害了。哎呦，他一嘴叼脸。对呀、啊，这个、确实不得不说这功夫啊，这功夫真是可以。就是费点功夫，那肯定啊，这练好了是不是？绝了绝了！半个多月。都练练好了。哎呦喂！啊，我会的。